那个像卡车一样大的滑板，史上最大的滑板。实验步骤：挑战开始后，牵引车会以一个初速度拉动滑板前进，并在赛道的130米处断开连接，而后滑板靠惯性前进。在赛道的两侧设有两个派臂招牌。 成员们需要通过调整重心来控制滑板的方向，并用水球投派臂招牌，每投中一个招牌可获得一个派币。赛道的终点设有清零、完成、翻倍三个区域，驶入不同区域会得到不同的派币数量。请成员们开始挑战吧。你们谁会滑滑板？我会。那你只会？好。 嘉禾，你平时会打棒球吗？球这方面我真的是还是有些天赋的。可以啊，那要不你击球？可以试试吧。那我跟浩哥刹车。好，我俩刹车。啊，先测试一下。OK。 大勋，你先打啊，右边。行。 小心点啊！其实不行可以坐下，没必要非站着。啊！嘿！哇！他还是会刹车，还好。哇，真好，真挺快，这么快！ 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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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勋，可以，大勋，准备好，离近一点，离近一点。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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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
王祖儿，去。好。王祖儿。好，左左左左，使劲左，使劲左，使劲左，站边上，站住了。左左左左，使劲左，使劲左，往边上看，往左退走。那不动了。哎，咱这刹车了呢？对呀，没有刹车，没有。晃，扭扭车呀，这是。扭不了了。扭扭车呀，这是。这扭不了了，这扭的，你说下月也过不去，这平地晃，这是啥呀玩意儿？刹车刹早了，啥谁刹车？没刹车，我刹的。去，好，左，使劲左，使劲左，左使劲左。哈哈哈哈哈！刹车刹早了，啊。因为怕刚才看着要撞上了，害怕。不行，谁给蛋总换呀？别让他刹车了。那我要下去。你砸行吗？不行，害怕。那你来指挥，你来指挥行吗？指挥也不行，害怕。那你就在这儿别动。对，你这只能把绳给他，我就坐着。行。太害怕了，我在后面感觉就要撞到那个路边了。是吗？啊。可能视觉效果不一样，角度不同，看到的东西。我在后面感觉就是要撞上了。我把刹车交给这个实验助手。回去吧，我们回到起点嘛。因为玩滑板，怎么感觉玩出了一种划龙舟的感觉？他是五只老鼠玩滑板。哇，这实验都能想出来，可以啊，带劲。一个老鼠还耍什么帅呢？在这，从我后来看就是一个老鼠在那吃个手。其实这个小滑板还挺有意思，感觉看风景呢。远处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嗨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大家今天来到我的演唱会。你应该来，今天来了个无演唱演唱会，无歌曲演唱会，不唱歌那就说两句也不能说，只能站着让你看两眼。来了，朋友们，给球，出发。
Ready？ 是。这。别怎么跪下了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大西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去这么快！我去这么快！哇！我去！哇！哇！这么远！这么远，你先，王总，哇，谁先扔？哇，谁先扔？哇，谁先扔？你先扔啊？啊，你先是吧？你先，我先，好，我先。王总，撇，打，王总，打。打！完了，没打中！怎么这都扔不到？球这方面我真的是还是有些天赋的。快，大勋，王左，大勋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快了，来不及，还是得搂着点刹车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你俩怎么没砸呢？砸了，你是没砸还是没砸着？你不大好掌控它落在那个，只能你直着硬砸。但也不好离太近，离太近掉不过来头了。对，速度太快，我觉得就它一起，它一脱钩，浩哥你就轻轻点一点刹车，你到不了终点。啊，这也到不了。能打，我们还是不够好。那再来吧，再来，这回压稍微压点板，我满地打滚。对，其实躺下感觉那重心更重。对啊，再来。啊！来了，朋友们，站起来，都站起来。我觉得坐着还是不行，不够快，站起来。是啊，咱们站起来，克服恐惧，一次过了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我觉得咱们就先开始都往左，你往左打不着那牌了。好扔那个怎么都能打得着吧？你在下面过去你都能打得着吧？打不着，因为你的车速不定。这打不着，真的假的？这废物，咱俩是真的假的？你要不换一下跟他？来，你给我换。行。大勋，看你手势了啊！好。冲！我去，这么快！哇！稳住，别激动！稳住！往左，左！好，来往左，往左！砸车上！好！我去！砸车上，好，漂亮！我去，左，全在左，前左，全部往左，前左，全左，前左，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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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该往右了，该往右了，往右。绝对翻倍了！忽悠，快！左右晃，压板！左右晃，压板！可以！左右晃，过来了，过来一半就可以了，别！忽悠！赢了！可以了，可以。